清楚一下，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，决战高考。高三我将卧薪尝胆，一百天向前冲，同志们！我应该留在重庆读书下，然后考高中考大学。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？压根不喜欢读书，你让我读书，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。三千多人大选中一排，监管英语和理化就业平均。不考会死得更惨，考了还有希望呢。三个红线啊，不能碰，不准存在啊，男女生接触过密，不准上网，还有不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。我要抽烟啊，尤其那厕所要多啊，如果你被逮到的话，那有麻烦事情啊，麻烦事情。尽量陪读啊，尽量陪读，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。某些同学啊，他快坚持不住了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就能成功。哪怕你现在是倒数第一，时间花上了，至少三本能考上。Was the one that has dropped by first and 18 in the past 30 years, and not best, and not. 世界决定物质，世界的本源就是物质，世界是现有物质啊，世界后有历史。你那个豆芽的话啊，你没经过咀嚼，直接就把它咽掉了，最终你的粪便中也有那个豆芽。那你讲你粪便中豆芽这个能量属于谁啊？就这意思啊。你讲那个衡水中学的话，它叫铸造厂，我们这叫修理厂。其他都是他这个学习态度不是很好的。少个东西，我有可能一中午都在教室，我有可能中午一中午来两趟，十二点半来一趟，我一点四十我又来一趟，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我一天都不来，但学生搞不清楚啊。你看去年那些学生他狡猾吗？他把那课表上好了，那小孩都很善于伪装的。他们准确的讲是高考的失败者，他处处防着你老师，处处防着你家长。把语文书准备好。请各考场监考教师分发试卷。请各位监考教师对考生的专注、专业进行彻底清查。
心里面难过。什么原因难过？考得不好才难过呢。考得不好难过，快点，别着急，可是啊，只要这一天过去，我没有房费，我没有冲瞌睡，啊，我都在全神贯注的听，就可以了。那你寝室那个寝室关系怎样呢？就是像衣服衬子啊，这东西是共用，是共用呢。共用啊。哦，那还好，好，没有闹矛盾吗？什么之类的？寝室可丢东西？没有啊。你就属于是二本和三本之间这个擦边球那种，你可感觉了？啊，那你擦个边，你考三本，三本我讲难听点啊，有可能毕业就失业了。你寝室人太多了，而且那学习态度都不大好的，我也没法控制，寝室太吵了，是的吧？你家长就打工挣三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你挣个考个好二本，工作不用你找了，用人单位找你，是吧？进出来跑，我恨不得搞出事来。你把狗搞进出来了，小孩咬了那一大事。你来了，狗来了，又来了吧？摆手，摆手，摆手！忙着。哎，太大了！人家拴着，那搁箱子里打着呗，那狗太大了。正好我这边带了，我一个机关人还往这边带，你别黑我。我贩过苹果的，倒过大豆的，这个一亏再亏，那两年亏了十多万。从我知道我爷爷那一辈到我这一辈都没有大学生。如果我有了大学文凭，这某种里面任何一个办事可能就有我的一席之资。关键我现在全当知道，今年我家儿子应届高三，我至少有信心。这个孩子能走个好学校，因为市政保持前三名，明年前茅了。我让孩子不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，能吃上一碗只要轻松的饭。你觉得你能干多少个呢？数你能干多少个？数学能干多少？爹，刚才一分的。哦，那你还卷了，可能是八卷啊。小考你当高考考，大考你就当小考考。这样你心态就平衡了，你别觉得小考无所谓，小考你规规矩矩的，大考你不放肆喊了，不就一次考试吗？那种心态才对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有可能是跟康熙串通好了，他先请假，然后康熙呢？第三天自习，他讲他肚子，他拉肚子，他也要回寝室。我现在在狡辩，我叫学校校警车给送出来，我也真的，他又不干，他说你别打电话，打不电话你麻烦他们听了。我也
有点怀疑他，他不是假病了。主学生的话，他有的时候可能性就是他没病，他装病。你要真到医院的话，有可能他也到医院去了，他挂的不是药，他挂葡萄糖。哎呀，真对。等一半千多块的。拿到了，拿到全拿到了。你说那个黑板上写的卫生情况，你根据那个卫生情况的话，可以就是知道他们的体质做什么事情。像今晚上这些女生都搞什么呢？给你买了好多零食，给他吃。好了。没有。啊？就是胃病，我要胃出。他是胃有问题啊。他感冒，然后胃好疼，好难受，他先躺床休息。休息不好。那个。可到医院看了，去了。去了，然后给他开了药。我没事，我都可以把你叫出来，让你滚蛋的。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学习态度比不上前几个月。对啊，我想过很多次啊，就是我还是不知道，就是哪到底是哪出问题了。但我也想，但是我就是无法控制我自己。你们怎么干的？你们在结果在检讨书上面，是吧？写的黄色段子，黄色内容，就这个内容就交给老师了，好吧？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啊。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，不要自己制定个字画，自己在玩哈，你就把自己搞完蛋了。我不是什么授课老师，要求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张凯家长来，我人家防着他，啊，免得他惹点事情嘛。他有事情，对吧？他不老实，你们都清理清楚。你是张武涛家长吗？来，我喊你来的话，管几天，他不会管时间长的，你自己看看。按照你小孩性质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是该来了。最好你来陪着，你别做你生意了。你再做你的生意，你小孩真的是考个三本，或者说考三本又多一点，或者说三本考不上，考不上都有可能。那你怎么干？我赚不到钱，家庭情况太差。要是有一点点好的家庭，就开车来的。哪有车？我要开车来，我。车钱来。我开车来倒可以了。他房租的话3000多块钱吧。我考虑，我你不愿意不情愿的不就算了吗？哥的，我也不是强求，哥的。大的都上高三了，到复读了；我小的又到上高一了。我有心不给他那种地方搞弄了，整天还得培养他两个。关键就是经济跟不上。我只能讲是，我只能建议你啊，家长不要看到眼前。你眼前的话，你把小你啊，我刚才你这个情况，你就是看眼前。你这样的话，他这个成绩。他打电话也跟我说了，他下乡一塌糊涂。现在这些什么课？这些什么课？我不耽误你上课，你等回去上课。那个，我跟你父亲先谈了啊。好，你即使你父亲不同意你搬出去住的话，关键在哪住也都一样啊。关键靠你自己。但我担心你这个你那个心态，还有那个寝室那个环境，它是有问题，好吧？好，你去吧，你去上课。他母亲又不知道，你就我一个在外面，一家的生活，包括农村风俗习惯，你知道，辛勤荒废，各方面开支都在我一个手处，我一定能挣多少钱？就在女儿搞了个小反斗体，就是180块钱一天，下个月还挣不到钱。关键是你小孩，对，什么事情还是你决定，我怕到时候你小丫头她责怪你，你这丫头责怪你。你拯救的这个小孩，就拯救你个家庭。他如果考个好二本，那他就翻身了。那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再帮他捐款看看经。我把那个，我给你凑3000块钱，我2000-3000块钱看看经。因为他是想好，这样说倒是可以。这样说，但我只能做到这一步，哥的。你要不做，那就全班的话都让我进，那我这个那我怎么受得了呢，哥的？这样说的我倒是可以。人生就像心电图，一帆风顺就说明你。挂了，在广州人们把富起来称为成功，把沉下去叫做失败。其实，在沉浮之间，有起有落才是真实人生。火葬场的炉门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，
人生，是吧？就是怎么讲呢？因为人生是短暂的，那我怎么告诉你我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呢？来到这个世上怎么样？走一遭了呢？亲爱的水瓶，高考是人生的考试，在奔赴高考的路上，面对自己，面对家人，你们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跟困惑。我们校园广播站将开设“说出你的烦恼”栏目。在外头干的，我要不要我就报警，高三的复读生是吧？那有谁能看到呀？丢人的！我讲你妈的学校教的学生这么素质这么差，搁哪里讲？要找我就讲啊！我讲是男孩家有无所谓，你那个女孩子怎么讲？讲啊，跟我们到派出所去。我们现在没有，我天天在这学的。你去给他，但是他等我们跟到派出所。这什么了？他讲他是一个私家车送了一个学生去医院，去医院呢。没给他钱，没给钱，他要到学校里的挨班查，怎可能呢？他生气了，那我们不就不能让不能把矛盾留在学校，这那是个根本的问题。你把学矛盾应该把它化解掉了，你在来打虎行的时候，他就找到这样子来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上课睡觉就觉得丢我智商那种。那我听不行。就你每次只要一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话，王婆婆就会在那喝奶。看来你可以问他。我们当时那客人表不是去抄的，出勤就是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陈老师不是到那边哪个班上课嘛，有的或者哪个同学一问我能问到在哪个几节课，他然后总结出来。礼拜四中午肯定不会来。礼拜四中午肯定不会来。他是魔法学院的院长，对，他是魔法学院。这在马上是个难忘的回忆，就感觉这么多年，刚开始在教室里面等着，感觉非常羡慕马站长，就搞死不想来。放假之后，就是现在上大学了吧，感觉马站长这时间真的很充足，大学真的很无聊。真的，我太无聊了，真的是这样。每天早上睡到12点，然后起来刷个牙，室友帮我带饭，然后过来吃好了再接着睡。那有没有？大学是晚点啊，牙亮亮说不许喝酒。我想喝上。李金一喝酒就疯到了。啊，李金来。鉴于是那个双人那个智商变高，不是我受了苦，我智商一直都非常高。你高考的时候，一个分数，同一分数的至少有200人，有几百人，关键还要细心啊、哦！如果你真的全神贯注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考个基本帮答线这都可能的。基本帮个答个线，那你这个二本里面不就锦鲤挑了吗？你想填什么样都中，
还有的话就是我想那个捐款那个司机，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跟他讲，愿意的话，不愿意看看别人瞅，哎呀，是的吧？你再考虑考虑哈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丑的事情，是吧？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你考上了，你对妹妹也起个表率作用，你妹妹有可能就学习态度端正了，你这个家庭不就糟了吗？童年时代啊，这个家乡是山清水秀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趴到地上就能喝水，鱼虾满地。到我中年的时候，这个湖滩是遍地都是粪便，这粪便呢，这个那个湖滩洗衣服都不行了。中考来了，就马上中学接的人太多，我们马上中学大概有30,000学生。那么你再加上这个陪读的，陪读有的是一陪一的，也有两陪一的，有一家老小陪一个人的。这样的马上你要。本来一个小镇就万把人的小镇，现在就聚集40,000人。到这里面来，孩子受折磨，父母家长受折磨，但是为了孩子的明天没办法。限定时间陪家长要13万，无纪律不听话，再加强。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高考指挥棒，咱们指挥着的，你这个高考缺一分，你不行。如果没有高考指挥棒，就不存在这样这个畸形的、巨型的航空母舰，可以讲它是一个航空母舰。毛站长，这。会越来越好，啊！宋祖英不有一首歌吗？越来越好吗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钥匙给我，钥匙给我。我再查一下，我看你多少鸟。35错35个，这里33，45错33。再就是朋友圈。点了多，那你平常一个星期都是这说点了多啊？你放完那个了，我看看。你放完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没东西。现在没东西啊？好、哦，行行。再打个看。茶叶个呀，茶叶，把整理整理，不人家棒棒糖都过期了吧？嗯，那、啊、是没有啊，那你就上课服就了，看这叫。我没仔细看啊，你别撒谎啊，就英语课不想听，听不进去，他听不懂，还怎么的？你老师讲的都是书上的，书上都有，不想听。哦，书上都有，那数学的不那公式书上不都有吗？你看看不就会了吗？好、啊，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哈。明天再讲吧，嗯，你抓紧睡觉啊，嗯，明早别搞迟到，嗯，好。关于做好防冻工作的紧急通知：由于近期气温骤降，为了防止冰冻损坏自来水管及水龙头，教学楼及宿舍管理员要将卫生间门窗关好。居住在平房的教室中要将水龙头滴水，以防上冻损坏。特此通知，同志们，豪情振病，革行罪，骏马甲丙本贪图，即将告别一个学时的忙忙碌碌。2014年春节正宽步而来，本学时学校设立了安全办公室，
手脚管制导致和防震强制，确保了校园平安。各班加强教育力度，不定时检查校外自述生走漏房，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心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放假时间是24号开始了，同学聚会少参加一点，人家都上大学了，你还在复习，奖学都守不住。如果你同学联系你，你跟他讲啊，等你高考考完了再找你，他找你不得害你吗？他没作业，他大学生哪有作业呢？你是有作业的，你本来就比别人慢点了啊，你再把这十几天给耽误了，不能参加赌博啊，你家长喜欢干这个啊，然后你顺便学了这个，你真的啊靠自己管自己啊，你要真能管得住，你早都不坐这位置，到时候啊会随机的打电话问你家长你到底在搞什么啊。是我们学生呢出成绩的最关键一个环节，你班级的稳定情况如何，教师教学抓的情况如何，对高考至少有60%的决定因素。昨天下午啊，除三个在课在监考室睡着了之外，还有一个留岗，任何人不有任何理由你在留岗。如果这样的考风不端正，我们纪律不严明的话，那么你想出成绩，我认为是一只空谈。我们要有位置感，有位置认识。毛泽东的成长和发展，实质上是在位置认识的前提下，每一年都在担心，啊，每一年都有一个进步，每一年都有一个发展。这个3月份、4月份，这两个月很关键，现在就是你翻身的时候到了。哪怕你现在倒数第一，你都能考上。你现在不干啊，你以后就没机会了啊，你总不属于再来一年吧。我让你在前面读啊，就相当于在前班同学面前一个许诺啊，你许诺完了哈，大家眼睛盯着你，你要照做哈。你也是发了个誓啊，地狱式生活已经过去了2/3，那个最艰苦的1/3也要到了，然后对未来有很多幻想，但我从来不相信幻想。一雪前耻，高考加油。作为一个高考的失败者，我想最简单最根本的想法就3个字，拼一把。3年的享受也该换取那最后的疯狂吧。困难十几年的生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，也算是久经沙场的革命烈士了吧。可我对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却越来越远了，从一开始的执着到现在的随意，可又能如何呢？还不是自己所造成的。都荒废了大半年，但是谁又知道这3个月内会掀起怎样一场革命呢？用我们学长的话来说，我们大河流的孩子就是要比别人牛逼一点。
用今日的心静如水换取明日的惊涛骇浪。最后的最后，允许我用最喜欢的阿迪达斯曾经的广告语，也是同样对自己的期待 Impossible, I'm possible。 不可能，我就是可能。九阴战士，搏击长空，搏击长空，纪律出征，亮剑成雄。一百天，每天纠正一个错误，头脑中就能少犯一百个错误。我们郑重宣誓，不做泄露的罪过，不做武力的豪华。我们的理想摇摆起航，圆梦2014，我们必将辉煌。好，请坐。我不希望明年，不是明年啊，6月24号啊，你又来报名了啊。听好吧，好，谁让你下课。因为一个复读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吗？我改掉一个毛病，成绩就会上升一大截。这一年的话，就是来把知识补上的，就是学习那个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。这个精神有了，你在社会上也能吃得开。以后碰到点什么挫折啊，那都是小挫折了。就这个，我就在看他，太痛苦了，是。是，几多斤？哦，嗑瓜子吧，这土着嘛。这个又要吃饭了，又要吃了。哎呦，果然啪啪吃一节课。这个笑的，怪不得成绩掉。这学生特别喜欢表演。他那个，他困了，然后再站着。他装，关键是他装。他逮紧了，他说：“我上学期，我手到他寝室手了一逮 MP3、MP4，哎，逮到一次之后啊，他一下进1000多米，来，我给个特写，来，这个，你看他又看了，那海鲜沾着水了，底下是淘米学的，不是，这个。”我在班上以前就讲过的，我讲我不一定就非要在教室外面转，监控室这个是够轻的，他知道他犯错了，你找到他把柄了，一段时间就端着一段时间。他刚来的时候不都讲了吗？他哪个都想考一本，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慢慢都一本变二本，二本变三本，目标越来越低。现在我找你上来，看的都是你上课时的表情啊，看好了。你要再不相信的话，我请你把家长到那监控中心啊，监控中心可以回放，我就是片段啊。你在干嘛呢？看试卷了。什么？看试卷了。看试卷了，好。看试卷的话，你左手放哪去？左手放什么？你做自己做事不知道？啊？知道。哦，吃上了，吃东西了，吃什么？方便面。你还吃了好几口啊！我看了20分钟。学员都上了没？你做第一组第一位都不老实啊！你去搞上了，这个你啊，这四年不一样呢，看试卷。干嘛呢？上课听课呢。听课的话，怎么逮着这样翻书啊？复读又翻翻，一会儿翻翻，一会儿翻翻的。他就讲一张试卷。哦，我让试卷粘反了吗？哦，还粘着粘反了。去，别都没笑，就你还笑啊！你笑得好灿烂。你又吃坏什么了？坐着，你生病了吧？让你坐着，啊？吃鱿鱼吃的。吃那什么是什么那垃圾食品吗？不要，我睡一晚就好。你真生病假？凭什么呀？真的，我脱下那你看我上那搞一直脱下。下次我上课不要那么活跃哈。你看摄像头在动开的。你不是上课看到的吗？他一直在动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摄像头它动，它都没声音，你都能看得到。这摄像头反光，那个镜头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你感觉镜头不一样，镜头在动。你还准备把那个水，把那点你的水杯往上扔啊？对呀，啊？等等啊！他现在是你是爷爷来陪读的？奶奶。奶奶来陪读的。
你对他奶奶讲啊，他配对的话，只要把那个后勤工作搞好，就是饭，还有把衣服洗掉，剩下的别问他，剩下都不要问他，剩下学习方面全属我的，生活方面是你自己。那我都跟他说过了啊，你跟他说过了是吧？还有那个小孩，我给你交代好了，因为小孩到了后期的话，他可能压力比较大，闹情绪，你不能把这个气，撕到你奶奶身上去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讲那个捐款那个事情，你们那个考虑怎样的？考虑了，不需要。哎，我问你，这是家长。他说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王大哥，我到监控室拍了一些学生上课啊，他不专心听讲的一些镜头。你家小孩很认真，他是这样搞，他能考上，他肯定能考上二本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打保票。打保票。嗯。思想是不错。他现在是转变了，可是他跟以前哪有啊？你这些东西的话，你打他什么用呢？可是你关键是教育啊，他自己思想转变。比较差的一些学生啊，要更关注他们一些，因为他的学习态度要更差一些。我最怕学生若干年之后想起你，啊，想，这些老师如果当年重视我一点，我会考得比较好。我怕他讲这话，只要他没讲这话，我感觉到我就成功了。我把这挂上。来，放哪呀？就放一下那就行。来，这保证的，你去吧。先去吧，先去。请你啊，我要看四班跟五班两班学生国立王一个不太愉快，大概一样这个人一处的出事。哦，我就在大门外头，中晚二月那有出来一群。你出来，你看见那群？肯定是跟城里要搞一样的。哎，我这个还在班主任后面，就是我觉得，或者是当，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个。有点个大，缺点就三百来米，妈的，也不能三千多米，三五千米，这个太不可思议了。愤怒，恨铁不成钢。如果不是高考即将来临，大肯定是跑不了的，因为这大米也活不好，肯定是私人原因。我现在也心也七上八下，我们个厂停掉了，我的孩子，我原来一个厂的，我吃一下了。我拿这个时候，我吃他他的。你在搞什么呢？你能给我狠的解释你这段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吗？啊，我这件事我自己肯定干了。不，我那张是加上这成绩不好，就是这样说。你这倒是加上不好的嘛。我们给你吃给你喝，也不过分要求你，也不想给你好大虚。但你的成绩越来越不如，越来越不如。你要对此你自己，你奋斗的是自己啥呢？我们不讲我们为你付出，就像我们为你付出应该啊。你像你在干，俺成绩反映不出来。陈建祥也反映不出来你在干。你这低嘛，真心其实，你才有智慧，我一辈子支持。你有真的一块智慧都没有，成绩是自己干的。Thank you.
女生的话，她到时候高考啊，就怕碰到那她生理周期，就高考的时候啊，这提前我请个杨医生给你们讲，简单讲一下啊，最好把那个那几天的话，高考的那几天那个给她回避掉是最好，这也叫非自理因素得分。那你们先讲啊，你们讲，我在外面啊，好吧。每一次聚会比上一个月提前一天，比如说这个月是2月2号，下月的3月4号，然后4月5号，然后我算一下，正好是6个，就是。我就害怕，就是正好赶到那一天的时候，症状特别明显，痛经特别厉害。我估计我是我们女生中症状最严重，止痛药一定。那个时候就是根本都坐不下去，就是冒冷汗。有的时候就是每次考试之前先就是喜欢拉肚子嘛，比如说我还有半个小时考理综，我就开始拉肚子。去年高考的时候，高考之前也拉肚子，我每一场考试都先拉。反正每天要保持大便的要通畅。你像眼睛不见大便了，然后大便干燥。我去年8月份的实习了20几天哦，就见一次大便，20多天，就是不正常嘛。一进门回家第一天、第二天就正常了。越怕考不好，越怕在那个时候来。主要睡眠一次什么症状都没着，他们的睡眠哪保障得了？你看每天晚上正常的情况下，一点最迟起码到1点钟最迟。你看早上准是2点就闹铃。我在这里来陪他，晚上他回去，其实我自己都爬不起来。早上他走，我也爬不起来。你也想俺们现在的精力得了啊？月考、周考，不停的更不高了，这他本来就造成一种心理那个压力。想好地位就是一块钱，生产高，人也高，啥都高。你看房价在这样贵，吃食品贵是人多了，他市场经济，他谁都管不到，他周日大房盖着雨打雨挨。当时来的时候不知道有这种情况，来了人家来了了，钱都交掉了，这门槛费都交掉了，4万5万都交掉了，钱揣他红包谁里往哪走啊？你走出去钱不要啊，对吧？但是为了孩子上念书啊，这他涨价了，我家长也愿意那个来陪着。你没有文凭，你到社会上面，你只有吃苦力。我希望我的孙子呢，你吃冷吃风。严师出好头了，不严就能好了吗？不严像这样的小孩都能当痞子，像这样都18、19岁的他能打人了，他就能乱了，他就关了一就，他就不能出来乱了。他不得把门关上，你跑不了，你想跑都跑不了，就等于背后农场关了老改呀。你往哪里跑？你要翻着翻，你的现在如果要是在调皮，反正得马步，不是得1分钟、2分钟哎。我听他们讲，还得马步也得来得40分钟啊。高考就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就是那样的，对不对？在竞争，相互竞争，哪个考得好，哪上去。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人，孩子就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是02年从这边初中毕业，07年高中毕业。像毛泽东这种教育，他用一种压榨式的、扭曲式的，然后把人的性、人的本性全部给弄没了。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把所有人做出
不管是什么东西，然后经过那个机器球出来的东西都一样的。就三年的时间，高考时间耗费了一个孩子可能不亚于七八年的一个精力耗尽。毛毯厂的经济它全是依靠毛毡，毛毯厂没有其他产业。那毛毯厂中业如果一死的话，毛毯厂经济就死了。毛毯厂经济一死，啪，该干嘛的干嘛去吧。考得还蛮好的嘛，你们今年怎么过着？你来怎么考就考，这成绩怎么掉这样子的还？嗯，干了我问一下，今天走不了。去了我去打，就应该给他这个惩罚了。他怎么给他惩罚呢？停工。啊？停。打了那样子嘛，踹了那样子。打的这种。我不想把虚蹦进来的，但这档子你看不打是不着。听懂了。调度可能让人接受不了，知道吧？他自己嘛，我们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我说你调，你像你调连伯明和秦玉江、秦玉苦一点，调太多了。口的吹，不适应。你们还非要吹这个？你问他想，他又不知道怎么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怎干呢？你俩有什么感觉？他哭的时候，你俩有什么感觉？我就想哭，什么感觉？挺气的。他自己还讲不了。我绝对不会去佛学的，佛多的，你不佛多赚，我当你考的不好，肯定你爸不会给你走的。我就跟他这样讲的。不佛学的，他我不干，我不佛学，我不想佛学。高考，哎呀，这高考时候好，这高考时候是。